会，同学会健康，欢迎参加五期健康同学会。好，先为大家介绍今天的来宾，首先是我们的值班医师，北荣总院玉里分院副院长胡宗明胡医师。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接着是我们的值班医师，中医师楚伯金。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再来是我们的值班老师，弘光科大学术副校长易光辉易教授。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接着是我们的值班老师，历史老师曹若梅曹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很难得啊，四位来宾都是第一次来我们健康同学会，真的。他们今天要带我们介绍一个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什么东西？哎，精油。精油、啊。这是我们这一集的主题。哦。嗯，我们平常很少谈这个，但其实我觉得在现代生活当中，因为大家生活压力越来越大啦，这个病痛啊等等越来越多，所以呢，现在大家越来越注重精油。对，就是在生活上好像听说很多人都开始使用这个东西。对，我们有常常听说过这个芳香疗法有没有？对，基本上呢就是擦精油的，当然要经过稀释。安德哥，你平常有在用吗？我平常没有在用，但是呢，这个理头发的时候、剪发的时候，他们都会帮我们擦精油。真的、啊嗯？可是我都有在用，你知道吗？你有在用啊？因为我的呼吸道是过敏的。Oh. 我就不舒服，就是尤其比如说冬天啊，我也不舒服，可是我就会戴着口罩。嗯，可是口罩我真的很不喜欢那样子，就是闷着不舒服、嗯。我想要有香香的味道，女生都喜欢有香香的味道嘛。嗯、我就在里面点一些，比如说尤加利啊，还是有时候我点一下茶树， oh. 所以你是就让它凉凉的。对，嗯，我太太也在用啦，真的。她在拖地的时候。Oh.会在，因为我们一般是漂白水的味道嘛，哈，比较重，他会点那个茶树精油，在那个基本上在那个水里面会稀释，像整个家里面都香香，整个家里面那个地板是那个茶树精油的味道，我觉得是蛮香的，有香味又可以清洁嘛，对，没错，嗯，连狗都很高兴，狗也闻得到、啊，真的，对不对？好，那精油究竟是什么呢？对我们的人体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呢？我们要怎么样使用精油才最正确呢？这是我们今天的最重要的主题。对，那我们一开始呢，先请易教授来告诉我们，好，究竟什么叫做精油？我们常常说呢，精油是大地的礼物，哎呦，是，那大地赐给我们。的礼物，我们应该要好好用啊。那精油究竟是来自我们大地的树枝、树干，还是根茎、花果叶？到底是哪一个部分？是的，精油是大地的礼物。精油可以是花、是果，也可以是树，全部都是哦。是的，尤其从植物里面的根，嗯、比如说我们用的姜的精油，就是取它的根萃取出来的。再来到它的枝干，我们的檀香木；再来就是我们的叶，哦，薄荷叶、迷迭香叶。花大家都知道的玫瑰跟茉莉，真的。那果皮的部分就是我们的柠檬、莱姆。那种子的部分包括胡椒种子或是胡荽籽等等。胡荽籽是什么？萃取出精油出来。胡荽籽是什么？也是一个植物。哦，也是。是的，是的。嗯嗯嗯、那树脂的部分就是乳香跟没药可以萃取得到这样子的树脂、哦。那树皮最知道就是肉桂皮。对。那从这些植物的根茎、叶、花、果、皮。树脂、树皮萃取出来具有芳香味道的东西，都称为精油。精油是的，那萃取出来的都是油吗？我们叫精油，精油精当然是精华了，对不对？是的，各种的精华。那它们全部都是油，油脂类吗？因为大部分它都会浮在水面上。嗯，那当然也有少部分的成分会溶在水里面，我们称为花露。那萃取的方法不一样，就会得到不一样颜色。或不一样效果的精油，举例说什么方法是，比如说举例，我们常使用到的柠檬或野菊等等，它就是借由冷压法去取得这些果皮里面的精油。柠檬是冷压的，是的，包括甜橙、莱姆、葡萄柚，几乎都是用冷压。果汁机那样冷压是一模一样的。是的，是的，是类似这样子的方式取出来。当然也有为了要去除掉柑橘类里面的。佛手柑内酯，它是一种光敏的化学物质、嗯嗯，那也会把冷压出来的精油，再经过蒸馏的方式把这个东西去除掉，再复杂一点，步骤再多一点。对对，是的。那第二个酯吸法，那在比较早远的时间，因为玫瑰茉莉它是很珍贵的、嗯，所以会用酯吸牛酯或是羊酯的方式把花放在它上面，嗯、经过一段时间，借由这些酯去吸附。哦玫瑰、茉莉的这个花香，这些成分，对。那另外就是水蒸馏是最常使用到的。我们一般木头枝干啊这些东西，种子啊这些，大部分都是用水蒸馏的方式去萃取出来。所以有很多种方法，让我们能够把精油在来自于根啊、枝干、叶、花、果、种子、树脂、树皮的这些成分，把它弄出来。是的。然后涂抹或是吸。
在我们的人体里面，然后对人体有一些这个蛮重要的好处，是的，对不对？好，所以这真的是大地的礼物。那这些东西哈，像精油跟我们平常的香水有什么不一样？哦，那有非常大的不一样。嗯，香水它主要是由这些精油里面，也许60到100多种化学成分，从里面去用人工合成单一的化学成分去组合而成的，所以它也具备这样子的香味。那整个香水的组成大概就是单一的化学成分，很多种的组成，再加上酒精、水跟定香剂，而要定香剂才能够把这些香味拉得比较持久一点点。那它跟精油是由植物、阳光、空气、水组合而成。植物为了要保护它自己免于被昆虫的侵害，或是它产生这些精油的味道要引诱昆虫来帮它做传宗接代，或是来调节它的温度等等，所以这些精油内含非常复杂多种的成分，对它有很大很大的功效。所以换句话说，香水通常是我们是闻味道而已，是的，你要说它对人体有什么样的好处或什么的就比较难说了。是的，是的，是不是。不过我们先来这个上下古今看一下历史，其实精油并不是新东西，好，不是现在才重要的东西，而是古早古早的人类就知道如何使用精油了。是的，我们的古人就有这种使用芳香疗法的这种记录，他们的智慧是非常高明的。所以比如说我们看到在圣经里边就介绍耶稣出生的时候就有三样礼物啊，你看黄金还有乳香没药。黄金当然代表尊贵高贵嘛，荣耀，那么乳香代表纯净，没药本身它有止疼以及防腐的功能。这个是乳香，对，这个是没药。乳香不是牛奶，对不对？不是牛奶，这等于我们就可以问专家。因此它本身就是纯净。那么但是我们都知道生命有尽头嘛，对。但是呢，我们生命有尽头之后，我们还是降服于神，所以这个没药就是非常珍贵的。那么讲到生命的尽头，来，我们看另外一个上古的四大文明之一，就是埃及。埃及我们都知道，他们相信人死后有来生，对，所以他们在制作木乃伊。那么制作木乃伊的时候，因为那个药味非常的刺鼻，所以他们当然要增加很多的香料。事实上他们的香料用的非常多，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像法老王图坦卡门大家都觉得很有名啊，在他的这个陵墓中，我们当然看不到精油或者香膏，因为都已经挥发了。那么但是我们看到有装这些香膏的瓶瓶罐罐，有瓶瓶罐罐，对，所以可以证明它就是当时所装的。那么甚至呢，埃及人因为他们相信人死后有来生，对，他们有很多的神明，所以当他们在做祭神的祭拜仪式的时候，他们有焚香的习惯，因为焚香可以让我们的心灵沉淀。哎，这个方式啊，其实跟我们中国是很像的。比如说，我们看到距离现在3000多年前的商朝，商朝他们是一个鬼神崇拜的文化，所以他们在举行祭祀的时候也是有这个焚香的方式，让我们心灵沉淀，这样比较能够跟上天沟通嘛。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智慧的方式。当然讲了这么多，到底什么香味最好呢？对啊，刚才教授不是说玫瑰吗？现在我拿这个就是玫瑰的香味，大家都知道玫瑰是我们女生最爱的，对，没错。那么玫瑰我们都说大马士革玫瑰呢是最有名的，真的，到底什么味道？哎，真的好香哦，这跟我们平常呢涂的玫瑰香水的味道其实又不太一样，不太一样。精油它就是特别的纯，因为尤其是这个大马士革玫瑰啊，大马士革玫瑰它是所有玫瑰品种之中它的含纯量最高，大概有55%左右，那么其他的品种大概就是20%左右了。那么为什么叫大马士革玫瑰？当然它产在大马士革，当然产在大马士革啊。不过呢，大马士革在上古时期呢，它是属于波斯帝国，不是叙利亚，不是，它是波斯帝国的领土，因为波斯是我们历史上第一个跨三洲的大帝国，所以我敢说当时的波斯国王跟波斯皇后是全世界最香喷喷的人，因为他们接受各地的玫瑰花。那不过呢，当时所以闻到玫瑰的味道就知道国王来了，皇后来了，皇后来了，对，尊贵的人来了，对。那么到了这个10世纪的时候，才由这个波斯的医生，他们用蒸馏的方式，真正做出了所谓的玫瑰精油。10世纪的时候哦，那么到了11世纪，我们都知道有十字军东征嘛，十字军东征才把这个玫瑰呢这么珍贵的品种带到了欧洲，所以从此以后成为欧洲人最爱，就是这个大马士革玫瑰。李教授，你研究精油有没有要补充的？是的，哦，我很认同刚刚曹老师提到的哈，在埃及那时候木乃伊出土的时候，在旁边就看到有白松香跟肉桂丁香这样的精油。是的，那为了要保存这些腐坏的尸体，会用这些精油之外呢，
祭师也是一样，就是会在庙宇里面焚香一些芳香的植物，让朝拜的人能够心灵得到平静或是提振精神。那甚至到了希腊的时候，一位医生希波克拉底，他就把这些精油的使用应用到口服、沐浴跟按摩，一直传到了罗马时代的时候，就把这些植物的这些资料用书籍的方式记载下来，有很多的配方跟它的功效。嗯，曹老师，那这些是不是基本上这些精油啊，在古代是不是都是贵族在用？哦，太珍贵了。你知道在罗马帝国的时候，精油有一个外号叫一体的黄金。哦，哇，这么贵重啊！其实我们的丝绸也很贵重，它跟黄金一样。那我们现在很幸运啊，我们对，我们现在就可以做出来。那么当时为什么这么贵重？因为它大概100公斤的玫纰花瓣只能提出3公克，所以你看是不是一太黄金，对不对？真的。对，所以呢，连罗马的两个大英雄都折服在精油之下，是谁呢？谁？就是凯撒大帝，还有安东尼将军，他们折服在谁的精油之下？这一位埃及女王克利奥佩特拉。对，因为她非常喜欢使用精油，一方面做自己的美容，另一方面呢，当然了，这个男生呢都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她貌美如花，然后她有香味，还有哦，甚至她拿精油当武器哦，现在真的可以当武器的。您看到的安德，这个是茉莉花的精油，茉莉花呢，这个是玫瑰，对，它就是在这个谈判的时候，它有一种瓦解敌人意志力的方式，来闻闻看，现在有没有？我来闻闻看，这个是茉莉花，对，茉莉花，其实茉莉花是我最爱的味道，哎，对，有没有放松的感觉？哦，真的，对，所以谈判的时候就不会针锋相对，对不对？对。好，那现在我们来看犹太人最了不起的所罗门王，他有失眠之苦，所以他用肉桂还有加上芦荟来治疗失眠。那么我们时间跳到14世纪，这一位匈牙利的皇后伊丽莎白，她其实是波兰公主。她的娘家是波兰，所以当时她是嫁到匈牙利，所以她就用她娘家的一个波兰的特殊的香橙花搭配刚才我们说的大马士革的玫瑰，然后做出来的这个精油呢，不只是美容，而且呢让她真的皮肤吹弹可破，所以呢她50岁了，看起来像20岁。因此呢，她娘家的国王20多岁追求她，她当时已经50多岁了。她50多岁啊，看起来像20多岁。对，所以可见她用这个护肤呢，真的是效果非常的好。那么同时期意大利的这个，哎，来安德，这个就是牛里公主，对，香橙花，其实她是因为封在这个牛里这个郡，她是奈若利公主。那么她也很特别，她用的是苦橙树的花做成的香油，对。那么做成的这个精油呢，它用来呢涂抹在手部。为什么要涂抹在手部？因为这个时候的妇女呢，她们为了表示礼貌，她们都会戴手套，不要这样亲自跟你握手。戴了手套以后，因为以前手套是皮革的，所以你知道皮革有一个味道，对，非常不好闻。所以她涂了精油之后，不只是一种保养，而且呢，就让她的手部没有那种刺鼻的皮革的味道。所以曹老师他就涂橙花精油啊，对，他就涂橙花精油。所以这一瓶就是，是不是类似像橘子这种柑橘味？闻闻看吗？苦橙嘛，是不是？我们来闻一下，香，它现在是香橙花，对，有没有？好闻哈，所以它就可以遮盖那个皮革，橘子味，对，遮盖皮革的味道。那么回到我们中国来，大家都知道他是谁吧？《后宫甄嬛传》的这个安小主，哎，安陵容，他是制香高手，对不对？对。尤其是他为了争得圣宠，所以他制作了一种特殊的叫迷魂香，对不对？然后皇上就意乱情迷。那么迷魂香，这后宫很重要的，真的，对对对，这个是独门的。所以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的依兰依兰精油，就是依兰依兰啊。对，他用的就是依兰花，另外呢还有蛇床子。那么这个依兰花呢，本身它就有催情的效果。依兰花是长这样哦，对，催情效果。所以换句话说呢，你看古往今来这么多古代的名人都有用精油。对，其实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很多名人也是使用的。是。好，那我们先进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告诉你，好，精油在中医西医也是有妙用的哦。究竟是怎么用呢？怎么样用对我们身体最有好处呢？广告回来之后告诉你。欢迎回到5期健康同学会。哎，欣彤，我现在突然想到哈，其实我们这个人一生当中接触最多的精油应该是薄荷。薄荷味，对。薄荷口香糖吗？对呀，不是薄荷口香糖，而是说
觉得薄荷的味道大概是我们所有最熟悉的、最能够接受，大家都觉得它凉凉的很舒服，凉凉的，对不对？哈，那其实呢，精油在我们中医里面使用的很广哦，真的、啊，大家仔细看，哎呦，这边有乳香。广藿香、陈皮啊，陈皮都是精油的一部分啊。是，陈皮它就是橘子皮，它在中医呢，它是经过泡制。所以呢，它一般来讲，我们就拿来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对。可是，在精油来讲，精油的橘子皮去萃取的，用冷压法萃取的，就是所谓的野菊。哦，叫做野菊啊、哦，这个就是陈皮，是中医的陈皮。名字不一样都差。对对对，名字不一样。哎，真的，你们看。对，橘子味，好浓厚的橘子味。当然，这个成分是非常纯的啦，对不对？对，嗯。那其实，在我们传统的中医啊，我们使用很多芳香类的中药。啊，芳香类中药，其实很多品项都是跟植物精油都是一样的，所以呢，以我们中医师的角度来看，植物精油就是很雷同的，很非常好用。没错，你是不是举一下例子？对，在乳香方面呢，我们在中药啊，我们常常把它用在伤科的用药，所以中医也叫做乳香。是，那乳香呢，就是乳香是哪一个？是乳香，这一个是乳香，这个对。这个看起来好像是一颗一颗的，其实是树脂已经凝结了，对不对？我以前一直觉得乳香是牛奶，哎，这颜色好漂亮，对呀、啊，这乳香不是，原来是这个。所以乳香精油并不是牛奶精油啦，庐山真面目。对，这样闻起来是没什么味道。那做成了精油以后，那味道就出来了。是乳香的精油，乳香精油味道是这样子。这个我们来闻闻看，乳香精油有差别吗？萃取之后，哦，它是这样子的，对，木头味很重。对、哦，因为它从那个好像在树皮、树干的那个位置出来，对不对？易教授，它的这个乳香精油啊，我们闻的并不是牛奶味，闻到的有点像檀香那种树木的浓厚的树皮的味道。那它的成分是什么？为什么闻出来乳香，闻出来是这个味道？是的，乳香一般是植物受伤了之后，它分泌出来要修护它自己、保护它自己的一个成分，就会凝结成膏状。那这个东西我们就取下来。就蒸馏的方式去取到里面的挥发性的成分，那当然它也含一些单萜烯跟倍半萜烯，那倍半萜烯的部分就属于木质部，就是你刚刚所提到的，闻到有木头的味道，没错，我觉得它是防虫的，它自己防虫的，对不对？好像我们人皮肤破了以后要涂一些东西，它自己就分泌那个乳香，所以它可以修复，植物自己修复也可以修复，对，植物就自己就修复了。是，所以在中医啊，我们是把它放在伤科用药，真的也是伤科用药。那在植物精油这边呢，它是全方位的在平衡全身的系统。乳香叫做精油之王，是，换句话说，在精油里面用到这个蛮多的，对，因为它是全系统都可以使用，而且它有很好的平衡心理的作用。那广藿香呢？广藿香呢，其实我们就是很有名的中药一个方剂，叫做藿香正气散。是哪一个是广藿香？广藿香是这个，哦，这个，你可以闻闻它的味道。对，来闻闻看。它有一个，对，大概是什么？你应该很熟悉，它其实在很多的中药的胃肠药好像都有这个肠胃药，对，肠胃药里面，对对对，微微的。那广藿香呢，它是我们在夏天常常拿来去暑解表的，也就是说我们中暑可能在拉肚子或者是发烧上面，我们中医会把它使用在芳香化湿类的中药。那在广藿香在精油的用法呢，它也是平衡心灵，是一样的。那它用在皮肤像湿疹那它也是在植物精油当中一个定香剂。定香剂，所以换句话说呢，我们这个本草的中药跟植物的精油其实是相通的，因为都萃取来自植物，对不对？所以我们本草中药一般呢，我们采集之后会先晒干泡制，然后我们主要是用水煎的。那在植物精油呢，它是用各种的蒸馏法或者是冷压法。但它有个好处就是它会得到高浓缩性的精油。那高浓缩性的好处就是它可以降低使用的剂量。对，那本草中药呢，它主要是水溶性的成分，那肠胃就比较容易吸收咯。可是在我们使用的中药里面，它的品项是多于植物精油的，所以我们变化上面就更容易了。那植物精油是属于脂溶性的，它会穿透细胞膜，所以它的抗菌性很强。对，那因为它的小分子性，所以呢可以创造一个比较快速的效果。是。
那在本场擦，对，或者是擦的，或者是闻的，擦或闻的速度都蛮快。那中药通常是煎，我们是煎煎吃。那当然，我们有一些是做外用的中药，是外用的也有。那中药的话，我们可以依照病情的变化，我们可以灵活的去加减用药，是。跟那个植物精油一样啊，植物精油也有加加减减，是也可以植物精油。那植物精油有一个比中药更方便的，就是它很适合随身携带嘛，所以它是居家保健。我们说中药就没有这样小，你不可能带着这个出去嘛？是，对。然后，所以它缓解症状是及时又方便，非常快速的。对，没错。那我们在保存方面呢？中药其实跟精油的保存都是很长的，都是时间长。那只是说中药的保存，它需要的条件比较多，比如说我们要注意空气、湿度跟温度。那植物精油在保存上面就比较容易了。比如说我们就要求在木盒子里，那保持不要有阳光照射。那接下来我们请中医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案例，好不好？是。其实实际有案例哦。哎，这是您的病人吗？这是我的患者。那他是5年前，他有甲状腺肿，他已经动过一个全切除，甲状腺全切除的手术。切除了。但是这个是在今年3月的时候，他再度检查发现癌细胞有转移到颈淋巴结，所以呢，他在这里做一个手术。那这个手术伤口有20公分，很长，所以这是刚手术完的样子。那他手术完之后呢，第一个面对的就是伤口，伤口的发肿，还有一些组织液、血水。所以呢，那时候我教他使用薰衣草，还有一个叫丝柏，还有一样是乳香。那他感觉到血水大概在几天内就已经可以吸附了，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他的修复非常快速，尤其是疤痕，有疤痕的部分，因为我请他使用一个叫永久花。那永久花这个精油在淡斑上面，在修复组织上面，它有很强的效果，所以呢，我们就是乳香木药加永久花，那他非常快速，因为他感觉到。他是第二次手术，所以他记得呢，5年前他把这些疤痕淡化，总共花了2年的时间。真的、啊？天哪！是，所以他这一次呢，在这个4个月，其实他现在本人看更不会发现，已经很淡了。我们来看这边，基本上术后2个月以后，不要到4个月哦，2个月以后基本上就淡蛮多的。对，所以他感觉呢，精油疗法。去使用了之后呢，他的疤痕啊，跟他身体的一些不适的状况修复得很快。这里有一个永久花，哈，我去查了一下，永久花就是菊花的一种，是啊，叫做蜡菊，蜡菊，它就是蜡菊。所以如果我们有照片的话呢，就可以看到是菊花，小菊花的那个样子，所以是蜡菊。对，它还有个名称叫不雕花。所以我们也常常把它拿来做保养的。对哦，这样子。所以换句话说，你有使用这些精油用在中医的临床上面？是，我用在我患者上。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蛮不错的哦。对，真的。所以以后当这个中医师帮你涂这些精油的时候，不要说哎，怎么变成芳疗师了？因为差不多是一样，都是差不多是一样的。对，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刚刚有介绍这两个，这个是乳香，然后这个是。这个是广藿香，广藿香就是陈皮，这个是墨药，墨药啊，这个是墨药。你看，那我们中医呢，常常把乳香跟墨药使用在一起，所以我这两个也在一起，我也是这样在教导精油疗法，一样可以把这两味精油用在一起。所以耶稣诞生的时候就是这两个礼物啊，还有加黄金，黄金也是需要的，加这两个哈，加在一起。好，所以我们谢谢这个中医师告诉我们这个宝贵的经验。是，那西医的部分呢，其实西医对精油也是开始有研究的哈，研究有一段时间了。我们来看看，就有日本的医师研究来。好，那个现在因为国人的平均余命增加了，所以呢，大概到80岁左右，所以一些我常常在跟学生上课的时候会提到说，我们现在高龄者，你要一定要记得，他有2个忆，就是失忆跟回忆，啊，就是失智症的比例增加了。那在失智症，我们如何去预防它？其实过去因为一些药物的发展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可以在日本的一个研究里面呢，它对于精油的使用，它在白天呢使用2滴的这个迷迭香，加上1滴的柠檬。那使用的时间呢，大概是用2个小时左右。它是用一个精油项链挂在胸前，然后常常拿出来吸闻。对对对。那晚上呢，就放松的使用这个薰衣草加一滴的甜橙，让这个情绪可以放松。那原则上你是在睡眠之前的1个小时，你就开始使用这个熏香，
然后大概使用的时间也是大概2小时，所以在3个月的研究里面，他发现失智症有延缓这个失智症的这个继续恶化的状况，所以这是在日本的一个研究。那另外呢，在临床上呢，我们大概看到这个现代人生活压力很大，对，所以失眠的比例非常增，对呀，应该有很多人去找您看。是，我们在门诊的时候，大概60%以上来的主诉都是失眠这件事，都是失眠的，对，都睡不着。是，像我有一个个案，就是他是一个成功的生意人，但是他必须要常常飞来飞去，那晚上睡眠的情况呢变得比较不好，那不好很严重的时候呢，要吃到4种的安眠药才能够睡得着。那他有一次来，在一个研讨会，他碰到我说：“哎呀，我应该找这个认识的胡医师来看一下。”那我把他的情况做一个评估之后呢，发现他在欧洲国家的时候，比较不会，可是一回到台北居住的地方跟工作，他就会很严重。所以是环境还有这个影响的东西。那另外呢，他对一些芳草植物呢，感受非常好，所以我就请他用一些薰衣草，在晚上的时候呢，可以放松他的状况。那过了2个月左右呢，大概他的症状只会安眠药的已经从4种减到了半颗。可以让他这个睡眠的状况已经非常好。所以胡医师，你请他用的时候也是用薰衣草滴在扩香仪里面，这样就可以了吗？是，晚上的时候是薰衣草滴在扩香仪里面。那白天的时候呢？他就是刚刚易教授有说，把稀释之后呢，其实可以涂抹在身上的几个重要的。涂在身上也可以。是是嗯。所以这个是非常珍贵的研究。好，那这个医师呢？这个医师还要带我们看这个。自己的个案，对不对？案例，好，这是谁？这是我一个芳疗师的学生，他芳疗师学生，他的女儿在国外的时候，那大家都知道，在欧洲。可能要去医疗机构会非常的辛苦，就是价格也会非常昂贵。那他过去呢，在嘴唇的地方呢，会有长这个单纯性疱疹的，是免疫力低弱的时候会出现。对，就是比较忙碌啊，压力大，免疫力低的时候。那当时呢，我就问他说：“你在国外这个时候呢，你手上有什么可用的精油啊？”那目前呢，我帮他挑选了之后，一个是茶树，那另外一个是薰衣草。那配合了植物油稀释之后呢，涂抹在这个这个局部的地方，大家可以看到，大概过去呢，它都要2个礼拜以上的时间才会比较好。那目前呢，大概10天左右就开始有结疤，然后慢慢的就消失了。易教授有没有补充？我也认同刚刚胡医师提到的哈，就是在有关杀菌这个区块，茶树精油其实是最好的，那是因为它里面有一个化学成分叫 terpenin for all 铁品烯四醇。因为它跟在医院诊所里面用的消毒水石炭酸下去相比，在科学期刊上面有研究，大概是那个成分的7到13倍，所以为什么在这个案例上它会非常有效？那在使用薰衣草，在刚刚的那个案例也是一样的哈，就是因为薰衣草大家都知道，只要镇静安眠就跟它有关，那其实要注意是要使用高地薰衣草，因为在成分分析里面发现它有2个很重要的化学成分，分别是沉香醇跟乙酸沉香酯。那薰衣草被拿来做相关的睡眠的研究，对，就是发现当我们在嗅吸薰衣草精油的时候，这些成分会透过我们嗅吸进到我们的神经系统，去处理我们的自主神经，尤其会提升我们的副交感神经。那提升副交感神经就会让我们放松，肌肉放松，呼吸减慢，所以就很容易进入镇静安眠这样子的状态。那你说的成分就会在那个薰衣草精油里面？是的，是的。那如果我们薰衣草像有的剪下来变成那个枕头，可不可以？会不会有同样的效果？还是会有这样子的效果，因为它本身的花就有这样子的味道。对，只是因为精油是经过提炼出来，所以它是高浓缩，高浓缩，所以它的浓度很高，只要使用很少量就能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浓度。我看薰衣草精油可能跟那个玫瑰精油一样，对，可能搞不好是也是几百个薰衣草合起来才几滴而已吧。那胡医师，那是不是精油我们也要看自己的本身的特性，高矮胖瘦，或者是等等等等再来选择？对，原则上这个精油的使用呢，也是量身定制的，就跟这个我们要瘦身的作用是一样的。那就是看你的身体的状况是怎么样，我们需要经过一个评估之后呢，再来使用啊。因为精油是用吸的，那最近的流感非常的严重嘛，那我们在口罩
戴口罩的时候，因为是要希望隔绝空气嘛，隔绝那些细菌啊，或者是病毒。那我们有没有办法，这个喷一些精油在口罩上面，是不是也不错？是我们这个很简单的一个方式呢，我们可以像这个一般性的口罩，那我们可以放一个垫片在里面。我们有这个垫片，但后面呢有双面胶，撕下来之后，也可以把它粘在这个塑胶的部分，因为这个你在使用的时候，它不会碰到你的肌肤啊。对对对对对。那精油呢，就滴在这个上面。在这个垫片上面，对，你需要这个这个是垫片，口气吸到的味道比较清新一点，就可以滴上这个薄荷精油。直接这样滴啊？要不要稀释？这个可以直接滴，可以直接滴，对，因为它的使用不用那么高，对。那它在使用的时候呢，口香糖味，对。那另外呢，刚刚你提到的，你要用一些杀菌，可以用茶树。那你要用可以薄荷加茶树吗？它可以放好几个垫片。哦，对对对对，那你同对可以放在不同的上面。那所以这口罩也不错，这口罩有格子，对，所以然后垫片放完之后，然后你就这样子，然后就口罩就这样戴，然后这个塑胶会挡住，不会让你碰到肌肤，所以你在使用的时候呢，口气会比较清新，不然。单独戴口罩的时候，你会变得非常闷热的感觉。接下来这样主持节目应该也是不错的，是口气清新，对，这样真的是蛮特别的，真的哦。所以换句话说，在流感高峰期哈，我们戴口罩的时候，不论是坐捷运啊、骑车或者是走路，其实口罩上面摆一些滴一些精油，这是不错。对，就是在进出公共场所，有的时候你必须要坐交通捷运工具，在火车、高铁上面的时候，可以做一个使用，做一个基本的防护。好。所以如果像我啊，是自己啊滴在那个口罩上面，就我们那种抛弃式的，可以吗？可以这样使用吗？我们那个一般的口罩呢，它会有几个皱褶。对。那原则上呢，你可以滴在这个前面三分之一的皱褶，因为它折在里面，你把它滴在那个皱褶里面，把它折起来。那下面打开。我们是滴这一面还是滴这一面？口罩的里面。里面。口罩的里面。对。那。一般性的口罩有三个皱褶，那你可以滴在前面三分之一的。这个地方，然后把它折起来，这样子你不会精油不会直接碰触到皮肤，所以你这样使用的时候，它一样味道精油有刺激性，是，那就找那个好闻一点的精油，是，然后杀菌的精油，那如果点薰衣草精油是不是比较容易睡觉？也不会，其实早上上班的时候可能就戴口罩，不要戴薰衣草，不一定会睡觉，因为它是让你的这个刚刚易教授的情绪可以舒缓，副交感神经可以提升，让你的交感神经变得平稳。当上司骂我们的时候就戴薰衣草精油，是情绪就会比较平稳，就比较不会那么刺激。好，所以换句话说呢，哎，这个今天这样我们也一教大家都会了，对，大家都会知道怎么使用了嘛。挑选自己喜欢的、自己需要的精油，滴在我们日常用的那个口罩上面。对，然后我们如果滴一滴的话，应该维持很久吧？是可以用蛮久的时间一天吗？大概它不一定看每一个人，有的人会流汗，会把它那个稀释化。那通常如果是这样的口罩，它可以用将近蛮久的时间。那如果是抛弃式的口罩，因为它会湿润之后，或者是你有飞沫，那它可能半天左右的时间就必须要换。哦，了解。好，所以现在这个冬季呢，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特别实用。这个、方法对。那其实我们在这个往往在中医的时候，有时候做一些穴道按摩，有没有？那些中医师也会帮我们涂抹一些精油，哎，好，不是干干的这样子嘛？对啊。那究竟哪些精油适合穴道按摩呢？又有什么样的功效呢？我们先进广告，广告回来之后继续告诉你。欢迎回到五七健康同学会。好，我们晓得这个中医里面呢，用这个精油也蛮多的，在穴道按摩部分可以这个舒压哦。来，我们请这个中医师来帮我们示范一下。刚好我最近，对，我最近就刚好很需要舒压。我今天要示范的是缓解头痛的一些精油疗法。头痛我们最需要了，对，因为头痛是很多人现代人共同的毛病。那我举两个最常见的，第一个就是偏头痛。好，每个人都有。对，偏头痛呢，在中医来讲就是所谓的胆经头痛。那胆经头痛就是在我们的侧边啊，所以就从这个太阳穴，有的人是痛到哪边？这边太阳穴。那有的人会痛到这个后脑这个侧边这个位置，甚至于呢会延续到手。那我先建议一下哈，就是在胆经头痛，我们可以选择精油，就是罗勒、迷迭香、胡荽、薰衣草、依兰依兰这些都可以用。对，那我们可以加强呢，就是在胆经呢这个耳后有一个凹窝，这个对，这里有一个穴道叫翳风穴，那我们一般这样下去，很酸，
很痛是不是？很酸，有一个酸酸的感觉，感觉酸到骨子里去的那个感觉。那还有一个胆经呢的穴道，就是在这个地方后枕骨这边，我们这样推上去个最低的位置，凹窝的位置，这个地方叫痛痛的风池，按的会有点痛痛的，正确吗？对对对，酸酸痛痛的。而且我们去按摩常常被按这个地方。对，如果你越紧的人呢，这个地方就那里很痛，对，会越酸痛。对，那在我们靠近膀胱经的位置，这边还有一个叫做天柱，对，这个穴道。那其实你们发现哦，这个翳风。跟这风池跟这个天柱其实在差不多这样的位置，所以我们一般我们也可以运用像工具，然后我们就可以这样子稍微这样整个，我们一次呢就按摩三个地方。用什么精油会比较好？我们可以用罗勒，用迷迭香，或者是薰衣草，薰衣草可以放松放松，薰衣草好用，对啊，因为胆经头痛人其实这边都很紧，了解。那这边呢，肌肉整个胸锁乳突肌的头在这，所以偏头痛，对，这样偏头痛。其实我从小就有偏头痛啊，真的，就偏头痛，那个眼睛会产生锯齿状的，看不清楚的那个的，对，因为它会白白，然后产生锯齿状，然后进去，然后再出来，它整个会很紧，对。当然，后来是吃一个面包就会好。你是血糖低吗？这是我自己的，这是我自己的解药。早知道就精油了啦，哈。那时候古代没有精油，小时候。好，那太阳经的头痛呢？什么叫太阳经头痛？痛就是在我们的背后这个地方，背后有膀胱经的位置。所以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受风受凉受寒了，对，好，叫感冒啊，刚起来的时候，有的人就痛这个位置。那尤其是最近温差大。那可能很多人就会谈到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痛有时候会这样子，整个连到头顶去，常常这样子哎，我以为那个是因为我们看电视或者是看手机看太多，也有，那但是如果你没有保暖好，受风它是一种心痛，那这一类的头痛呢，我会建议用迷迭香、薄荷、山鸡椒、广藿香这样的精油，那涂上去之后呢，我们一样可以加强我们刚刚谈到的这个。好，风池跟天柱这个位置按摩，还有一个位置呢是在手臂，就是列缺。那我们列缺呢？列缺在哪里？列缺就是说我们手这样子交叉，然后呢，我们手压下去的这个食指的尖端这边就是列缺，左右两边都是一样，对不对？对，然后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加强按摩。那甚至如果说发高烧或是咳嗽很严重，我们就可以用工具，一样用工具，然后把这个列缺呢做这样刮。那我们在中医上面使用这个穴道按摩的时候，那个精油要稀释吗？还是要稀释？也是要稀释。那一般来讲，我们就稀释到差不多5%下。那像这些精油，我们不一定全部要用，也许我们取一个或一两个。对对对，取一个自己适合的。易教授，那我们使用精油，经过您的研究，这个趴数到底是稀释成几趴比较好？是的，在使用精油的时候，因为它是高浓缩的一个产物出来，所以如果浓度太高，就会有刺激的感觉。那如果会过敏，其实是跟过敏源有关。那刺激的感觉可以藉由稀释的方式就可以减缓。那有一些精油，因为它的单萜醇的含量比较高，比如说像薰衣草、玫瑰，那它就是比较安全的精油，在使用的时候，它的浓度也许可以稍高。那但是有一些精油比较刺激。像含有酚类的百里香精油、肉桂精油、丁香精油这些的精油，它的刺激性就比较高，就要稀释。那如同刚刚楚医师说的，大概一般就是1-5%，老人小孩大概你就从1%-2%开始来使用。这个 percent 要怎么吸呀？一般我们快速的先倒油吗？是的，一般在一个容器里面，你先倒好油。那如果是5毫升的油。加一滴精油就是1%，加两滴就是2%，三滴就是3%。5毫升，是的，5ml，对不对？是的，5毫升的油，对，然后滴一滴就是1%，滴两滴就两，这样会了，对，这样比较简单了，比较简单，因为我们拖地的时候根本算不清楚，因为那个桶子很大，你知道吗？然后那个里面装的水不晓得到底是多少，通常都随便倒。现在知道了哈，精油还是基准标准一点，对，会比较好，5:1嘛哈，对不对？那我们如果要做这个驱虫哈，驱虫驱蚊之类的这个芳香精油的话，要怎么样做呢？是，精油应用在日常生活中其实是非常非常普遍的。简单的讲，刚刚我们一直提到的茶树。它也可以来处理我们脸上长的痘痘。真的，对，它的抗菌的时候很适合，对，抗菌也是杀菌的效果。点在那里，是的。那第二个，像我们一般肌肉酸痛，有时候会涂一些
药用的产品，像鸡肋啦、擦劳面啦等等这些东西，也可以使用精油，精油里面的冬青树跟桦树，甚至还有薄荷，因为冬青树、桦树里面它含有一个成分叫水杨酸甲酯啊，水杨酸，对你去看那个这些药用的产品里面都有这样子的成分，就是加速我们代谢肌肉里面的乳酸。那薄荷呢，它有薄荷醇。它其实是可以麻醉我们的疼痛的神经，但你鼓励我们自制吗？还是说买现成的好了？其实可以自己来，可以来调制的，是的。但是要注意，这冬青树的精油的浓度要控制好，是的，对啦，这样比较难控制。那防尘螨一般我们可以加尤加利精油，对，因为它里面主成分一巴胺油醇有很好的杀螨的效果，在学术期刊的研究里面有发现。那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如果要驱蚊，其实有四个很重要的精油。像薄荷就是用它里面的薄荷酮，那个成分以前是用来当做杀虫剂的，那第二个尤加利也是刚刚提到的抗尘螨的成分，它的一巴胺油醇，那迷迭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成分叫樟脑，樟脑以前我们在衣橱里面会放樟脑，对，就能够驱虫。那柠檬草里面有一个柠檬醛，这个化学物质也是非常有效，所以我们可以藉由这四种精油的调制，可以做成很方便涂在身上，而不是到处乱喷的驱蚊的相关的产品。是的，驱蚊是让蚊子不敢接近我们，不是它闻到就死了，不是吗？不是，不是，是远离我们。是的，是的。那像在市面上，往往会听到人家说，哦，加精油添加到水里面啊去喷，其实它的效果是不好的，或是添加到酒精里面下去喷。虽然精油会溶在酒精，但是你喷的主要的成分大概80%-90%都在喷酒精，对，那个效果也不是很好。那主要是涂了这些精油能够停留在你的身上，对，那蚊虫就不会接近你。这样子的效果会是比较好的，那我们也可以来我们来现场示范一下，来，我们请这个易教授帮我们示范一下做驱蚊的哦，驱虫的，是驱虫的精油，好，是，那我们可以准备基底油，那基底油可以有很多种啊，就是一般我们要来稀释精油的油脂，那可以用 jojoba 油啦，可以用甜杏仁油、葡萄籽油，当然也可以用蒸馏过的椰子油。那最好我们使用，我们如果临时找不到厨房里面拿来油，是的，那些花生油、葵花油也可以，它是食品级，味道不一样，对，但是太营养的油就比较容易酸败，所以为什么会说用蒸馏过、分馏过后的椰子油或是jojoba油？那我们可以在这个瓶器里面哈，在家里可以找一个压瓶，那我们就把刚刚的jojoba油就把它加进去。这里大概有50毫升，大概五十好了，对，50毫升。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把刚刚跟大家提到的四个精油，对，比如说我们的茶树精油，我们可以加个10滴，十滴哦，对，哇，5、6、7、8、9、10，OK， 那第二个我们也可以再加尤加利的精油，哦，也是十滴吗？是。2、3、4、5、6、7、8、9、10，哦 ，OK， 11滴，我都多了一滴，没关系哈。好，再来，这个是什么？薄荷精油。薄荷，1、2、3、4、5、6、7、8、9、10，好 ，OK。再来是柠檬草，哦，已经有味道了，柠檬草，对，或是称为柠檬香茅，5、6，哦，7、8、9、10，好。OK， 对，那我们可以把这样子的，对，看出来已经非常的好闻哎，非常好闻。平常不用驱蚊，我们自己也很快速就能够均匀的混合。那么多泡泡，那是因为气泡刚刚剧烈气泡，对，静置完之后气泡就会跑掉。那这样我们就可以直接。那我们要摇晃多久？一般很快速这样子摇晃，它就已经对30秒-1分钟就一定可以均匀的混合。因为精油是油脂类，我们刚刚这也是油脂类，它能够很快速的均匀的混合。好，然后假设我们这边要驱虫驱蚊啊，驱虫驱蚊哦，挤出来，对，这是油哎，对，油就可以涂抹在像小孩子的对皮肤，小孩子就是没有衣物遮到的这个地方。对，虽然现在冬天没有蚊子，但是这个香味应该是很好闻。还是可以使用，哎，真的耶，如果去外就是有草的地方，很香啊。我们人可以闻，那蚊子不要闻，不爱闻。那另外还有一个状况就是说，我们同样也加这些精油，因为油的东西有些人不太喜欢，对，因为它太这个基底油是这是水，水哦，是水，我们也可以示范，可以示范给大家看，就是一般。我们会听到人家说，哦，把精油加到水里面，加水里面行不行呢？其实它会漂浮在上面，待会大家就可以看得到。
哦，这样子，对，因為水跟油不溶、啊，没有办法互溶。哦，了解，所以不要加水。嗯，但是我们可以借由这个制造方式，我们可以制造乳液，就是刚刚的这个乳液啊、哦。对，这个油、哦、乳液是水加精油，太油了。对，有的人不习惯这么油。对，那我们就可以用清爽一点的，那我们就可以做乳液。六七八九十，好。哦，原来这是乳，大家可以看到，像我刚涂的那个精油，对，你看精油跟水，精油是浮在上面的，对，即使你把它摇晃完，它还是油滴，之后会慢慢慢慢又聚集在上面，又在上面，它是没有办法分布均匀。是，那我们如果要做乳液，再麻烦你，这时候有油有水，我们再加一个乳化剂，乳化剂，对，大概加一到两克的乳化剂，加一点点的油脂，好好，可以提高，都可以，对不对？它的滋润的效果，但是又不会跟。哦哦，好，所以化妆品公司也做的就是这些事情，对不对？啊、哦，我们也可以做嘞。来，主持人用力摇个十下，十下，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已经没有声音了，对不对？对，它就变成是乳液了。乳液了，哦，你看，对，其实我们味道哇，很香然的，跟你闻看。驱蚊乳液，对，它就不会像刚刚的油脂这么的油。对，你像我们刚刚那个真的是蛮油的，就比较适合涂在比如说小朋友啊，是的，是都很适合，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做成像这样子油油的，对，我觉得也 OK。像你做成乳液这样子的也蛮好，这样也很不错，是，嗯，对，也都蛮好，嗯嗯。所以欣彤，你有小朋友，我有小朋友，现在知道了，真的，夏天外出的时候就来自制一下这个精油 DIY， 嗯嗯，驱蚊精油 DIY，、嗯、你这个女生就用乳液的，男生就用这样子的。更油的这种，对、嗯，好，那其他的居家妙用呢？还有一个可以做精油牙膏啊。好，来胡医师告诉我们。对，如果你不想那个买那个现成的这个精油做好的牙膏呢，其实呢，你可以在你自己的牙膏上面呢挤滴上一滴的，不管你如果是要杀菌消炎，就滴上一滴茶树。现成牙膏再滴精油。是，如果你要更好一点的话，你就用一个小碟子，先把牙膏挤进去，把精油充分混合，这样你刷起来就比较舒适。那如果你想要清新，口气清新，滴一点薄荷，那这样子你就可以应用不同的方式了，在你刷牙得到不同的好处。嗯，那另外呢，肉桂、丁香、野菊都可以。是，像你去看牙科的时候，常常会闻到那个牙科用的就是丁香的味道，就是这个就是。你如果牙龈啊有发炎啊，其实你可以用这个。像其实我们的牙膏很多都有薄荷成分，是就让了口气清新嘛。对对对，当然那个成分没有那么纯啊。如果我们自己滴这个薄荷精油的话，那当然更纯，对，效果会更好。嗯嗯嗯，清洁地板呢，是不是像我前面讲的要查水？对，因为清洁地板呢，我们就是生活上有一些大范围的杀菌啊，那要有一些香气。那杀菌我们可以用茶树啊、尤加利这些都不错、嗯。那如果你要增加一些味道的话，可以添加一些柠檬等等，让这个空气里面更清新。嗯，好，我们谢谢胡医师带来我们的这个家庭的妙用。好，接下来同学要问问题了，我们来看健康随堂考。好，我们的健康随堂考要问什么问题呢？这个很重要。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不对、嗯？我们市面上常看到的精油扩香器、烛台、灯泡，究竟哪一个比较好呢？我们有请易教授来帮我们回答。好的，如同今天在胡医师前面就有一台熏香器哈。哦，对，用精油的那个就是的，用精油的扩香器、嗯，其实会比烛台灯泡要好。这个就扩香机哈。是的，是的，因为烛台。点蜡烛的时候，蜡烛的温度可以高到两三百度、嗯。那精油在这个条件下面，它会氧化、会分解、会快速的变质。我们可以看到精油的颜色越来越深。嗯，在那个烛台上面，对，可能烧出来的都已经有很多是燃烧不安全、氧化之后的这些自由基，反而对我们人体会造成相关的伤害。我们今天呢、啊，我觉得收获很丰富，没错。以往对于精油啊，都总觉得好像就是按摩涂一下，对，没想到有那么多效用。对，然后我觉得我要学埃及艳后，要先从玫瑰精油，那我还有茉莉花精油开始进攻。那我只好学一下安陵容，用一下依兰依兰了。啊，这你的老公嘛，是不是？是不是？对，也对，也对。对，还有学到那个。